我是慧茹。今天呢，我们台北街颜色呢，就是下午呢来小小的，哎呦，跳舞嘛，对不对？跳完之后呢，来这家易爸爸餐厅披萨店呢来吃这个这么大的，这几串？十八寸的。哎，老板不见了，那是西班牙老板呢、啊。对，老板刚好人在厨房。哇，你看这披萨好大，好丰富哦。里面还有我的素食的披萨啊，那个什么社长你要过来一下，我们要亮相，还有肉人啊。耶、yeah. ！好，那个你可以先按个暂停，哈，按一下那个中间的。耶耶耶耶！哎，谁要拿披萨？再来一次，这是我们的那个下午的。晚餐哈、啊，晚餐，耶耶的，晚餐那个又来，耶耶耶，好开心哦！我这个看得出很大吗？哎，真的很大哎！感谢那个老板，那外国的老板可能在厨房啊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享用这个披萨喽，耶，拜拜，拜拜，耶。